疯狂小秧歌，各种坑爹瞬间。老爸，你说我和老弟作为你的儿子要有阳刚之气吗？坑爹啊！干啥？你做什么？老爸，你这样做的不对，你做不对，你要笑着做啊，笑着做，来做。Pikachu。Nice。可以啊，老弟。必须的，你要不要逗一下老爸，我今天就不烦你了。老爸，黄金区尝一个。这柠檬你有我傻啊？哎呀，没见识。老爸，你真没见识。我的妈，真甜呀！嗯，拿我尝一个。我拿给老爸吃一个。老爸，电话，老爸，电话，电话，你的电话。这话、杨哥测试面膜，让美女品牌方给他贴，他想让品牌方帮他按按摩，结果小杨嫂来了。什么叫专业？这贴面膜怎么贴的吧？好了，可以了，你行了，给你们送面，差不多了。完了 ，BBQ 了，完了，完了，我丢！今天是这么个卖法，这个是99.9，你们这一盒才是99。我们今天是四盒啊，十片装的99.9，五盒，一共是10盒，十盒的话一共是70片。70片，今天这么多加在一起99.9，上车。一个字，绝。这媳妇，他非要给我按。哇，我们没人兄弟们试试，他非要给我按，我也没让他一直给我按，我说我给你按。对兄弟们，我不是随便的，他自己，我说你给我贴个面膜，然后他就一直一会儿按我脸，一会儿按我肩。我来说一下，我刚刚说，我说我给你按，对，你测试我在你脸上按，你说我不会，但是我不是我让他按的吧？你说我不会，是人家要按的，我没说我让你给我按呀。不，你说我不会，你说你让他按。你刚刚对，我让他给我贴面膜，人家是专业的，我让他贴个面膜，但是我没。
刚才帮你这个按摩呀，说我按就是他自己自愿，没有。你说可以按一下，你说。谁给你按的？他给我按的。对不对？我们俩给我按呀。谁给你按的？刚才是你媳妇给你按的。咋了？面膜跳，压的也太紧了。其实说句实话，我发誓啊，我发誓，我刚才给已经感受到我媳妇的手。小杨哥坑歌名场面吓得大杨哥连看都不敢看，连忙解释。哦，这个是 JK 啊，真的？你最喜欢 JK？ 你娃喜欢啥？哦，不对啊，我也喜欢他。为什么我也不喜欢 ？JK 不是那个？我当然我一眼我都没看过。JK 不是那个带仙女棒的那个吗？哦，小天，日本，かっこいい少年さんになれ。我不知道。你看一眼，你看一眼，我不看。你以前不说你喜欢 JK 吗？哎呦，你扯！没有，我媳妇今天晚上看直播看到十二点，别看我行吗？你看，你看，装糊涂的天才呀、啊！这一个人带不好呀、啊，你赶紧走啊！你来呀，弄一个板子，我媳妇看我完了。不烦你，我放我一个人呢。让我喝我媳妇了，我媳妇看到我就捂住，我回我家了，我跟你说。一个就是爱情，你是要我命吗？你放这首歌、啊，你非要我快一点，我找一下，你找来。你这声音放得好，这质量怎么样？这质量防水、耐刮、防磨，就平时女孩子啊，防磨，这叫防磨。哎，别顶，你不能碰我哎！碰你，他碰我，别人怎么说的？不能碰你，你比你别扬嘛。哎，嗯，哎呀，哎呀，哎，快点，不行不行，嗯。可以了，不拽我了，刚才你刚才不拽我了。可以了，他这个1290是怎么回事呢？啊，今天再抢个走下来。我肩癌入骨，医生说是晚期，没得救了。